这个尾巴哆啦 A 梦有啊，可是它尾巴有跟能力，它尾巴有啦，有啦，它还有耳朵，对啊，被咬掉而已，它只是不能出剪刀。哎、欸，有，以前动画不是有剪刀吗？没有，以前有动画真的有剪刀哎、欸。叮，而且它可以跪坐，你知道吗？有超强，他膝盖超长，跪坐，对他可以膝盖哦，跪坐。哎、欸，上他进哦，快了，我还在看啦。你看动画，你还在回来的？他要片尾曲了。啊，贴布，贴布算什么道具啊？这场大家怎么盖那么快啦？他们才六，才负六十而已。对，压力的。它的尾巴以前是隐形，然后后来是改成它的开关。开关的，会宕机的，是不是？拉了就会停止运作。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摇摆。真的是猫哎、欸，心情不好的时候摇摆。Go go go！ 哆啦 A 梦的铃铛不是驱散老鼠哦？有了。对啊，长了。哎、欸，你是什么啦？哇塞！哦，可丽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看到了。我觉得那个超明显的、欸。看懂了，马上看懂了。真的不怕撞哎、欸。对不起。这个是好猛哦！这个我完全记不得他的，他叫什么？这是谁出的题啊？已经知道谁的题目了、啊。好可爱哦！哎，那你看的好可爱，这个有厉害啊！来 Google 一下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很像马里奥里面的那个，我吃了就会吐火。噗噗噗噗噗噗，是超级英雄的家。我不知道那个主要名字是不是这个、欸，可以查一下看是不是那样东西。杰克，这次你猜得懂了吧？对，要去查了。这个看得出来是什么？嗯、但是查一下就会有了。A 四道具有，应该是。他那个还有展览耶，超酷的。是这个。看一下哦，我旁边有人在跳，是谁？啊？哇，我不知道这个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哎、欸。杰瑞，还有一个。嗯、不是我，我也还没猜这个。那个突然用道具表达出来，找到了。我知道我在打，我一开我在找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看不出来，我找到了，就选一个吧。这个，杰瑞，我盖的还不错啦，很不错。我知道我有看过、這個，找不到名字啦。对啊，找不到名字，有时候会忘名字。对，我也在 Google 名字。对啊，你国小同学突然出现，你也是看过他，你忘了他名字而已啊。面神，国小同学，好熟。对啊，哦，你就是那个隔壁老王生的嘛？隔壁老王生的天超，对嘛？这一个嘛，对嘛？嗯，好，不知道，我就猜这个。哎、欸，这个出现的次数好多哦。啊？有撞哦？撞题啊？要来了！哦，哎、哦，有哦，哎、欸，这、嗯、也是热门、欸，真的，这个也敢说，这连日文都出来啊！不是你，秋风，你看你到现在都还说这句话，就代表他没撞了，真的，对啊，到现在还说这句，这是什么、啊？我要盖得很棒，啊，你把它盖得很棒，哦。哦，我可不可以直接贴当拿素材库就好了？北极熊吗？你堕落了吗？移动式镜箱吗？好了，盖好了。这个，
你看，有人马上盖好了。我怎么还没有用那一题啊？能不能直接用这个就好了？这个不是道具吧？啊？什么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我要认真一点。难得可以听到秋风说这句话。我一直都很认真，好不好？我盖得很像。哎、欸，是不是磊哥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时间还在跑、啊，没有啊？好了，你的电脑工作室问题。你讲磊哥的时候，我会担心是不是网路磊哥。对啊。想说你们那边如何了？所有道具盖最好就这一次。又来了！又在嘴，又在嘴，又在嘴了！有公信力了。然后，哦，那也蛮像的哦。丢出来的东西会消失，是不是？对对，这局会没有拉。哦，那就放在箱子里。哎，这样子，放这个嘞。哇，这样盖不完呢。嗯。听到很多水声，有这么大声吗？很大声，因为你在弄什么水，一堆声音。哦，哦，很多水，正常哎呀，有水的道具。这对，这场地很湿。场地很湿，听起来怪怪的，听起来真的很怪。那个室内钓鱼机，新竹钓虾场，原来是新竹钓虾场。好难哦！哈基要歪了。哈基不是早就盖完了吗？又在画蛇添足哦。对啊，他可能在看哆啦 A 梦。哎呦，反啊！哟，这样就可以啦。十点啦，加班啦，加班喽。十点啦，进广告。哎呦，然后就那个观众刚好就看到广告，我们就说都是蛮新的，说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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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哦，很完美了，好不好？有了。噔噔噔，哈基在盖某某人的内裤，不敢看他的台。是真的。来看我们的，来看我们的。红色我不喜欢，我比较喜欢蓝白的。条纹的比较好。这个应该可以吧？对。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按下去哦。也是可以的。差不多差不多了。要多久？快了快了，不然等下画蛇添足到后来就完全不像了。很 happy， 刚是走，刚是走音，抖，抖音，抖音。
啊啊啊啊啊闭嘴啦哇不是我是在配合影片会会我是在配合那部影片、嗯、对哪里有广告？没进广告。恭喜你成为新人。我先把乱盖的先拆掉。你说，就剩你啦，你的道具。我这么哎、欸，你们都盖好了。大熊一直在等。对呀、啊。突然把偷道具偷太久。好好好。他都已经被打扁了。哎呦，可是哇，这个道具是我的。哇！屁啊！没有中就没有中。哈基啊！难怪盖这么快啊！对啊，题目就这么简单。哦、完了，我好像不知道这道具啊。等一下，我知道我看过，但是查一下。看一下，哈基看得懂吧？看得懂，看得懂。哟，我天哪！阿比应该看过那个吧？我没有看过，但我找得到。是什么？这好多哦、喔！可是演员你怎么没有盖红色的？是这个吗？什么红色的？太狠了你们！好、哦，他记好。我看一下，类似的好像很多。长一样的东西吗？其实好像是一样的。这是什么啊？应该是。完了，没有图哎、欸啊！我在 Google， 快 Google， 有看过对不对？我有印象，这个我也看过，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？用特征，加油！神奇，有看过对不对？演员，嘿啊！讨厌你，怎么了？那为什么没盖对称？因为它长得不对称、啊。我只能猜了。我把发正中间那个多盖一点就好了，多盖一点。感觉很像啊，很像是这个道具。脸大一点也可以啊。脸，哎，这个是最后一个猜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哎、欸、对。哦，好了，我不用再猜了，不用再 Google 了。随便猜了。没有，只看这个图跟它的整个。找到了。这到底是什么？我 Google 不到它的图片跟它的第几集。我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，但是我忘记它的名字嘞。用功能去查、啊，功能关键字啊。功能。什么啊？不懂哎、欸。是这个吗？我马上就猜这个了啦。哎呀，找到啦！感觉还蛮像呢。那就猜吧。对啊。那就是它了。就是他了，就是他了。小鸡不行啦，我也不行啦。杰克行不行啊？不行，快点啊！哇，是我的方向根本是错的。有什么移动式静香？真的有这种工具哦？那是，那不是本番东西吧？他就是绝对不是乱乱乱来的啦！哎呦，哦，不知道他的名字哎，糟糕！哎、欸，我们居然都没撞题耶，好神奇哦！很棒，两千多个你要撞？不是啊，有些真的太热门了。重点都是热门的啊！对啊，热门的就是很多，也很多了。虽然我这样想一想，我出的好冷门哦。嗯，因为我就想说，大家应该都出冷门了，才逆向思考出热门，结果大家都是一样跟我逆向，大家都逆向，他们只是没有想不到这么。所以大家都逆向状况下，他、啊、出冷门了就会变成是，嗯，你怎么出冷门的？啊，不是，我要创造道具，人生从来不能创造道具，你要用现有的。现有的找不到、啊嗯，你就随便选一个呗，随便选一个现有，你就选个鹅卵石制造机啊，屁呀，你就选个吸带式的，
替代式炷香，真的有、哦？替代式炷香，我随便任意门啊，什么都任意门，就算里面没有门也一样。哆啦 A 梦啊，这个人长得很像门啊，那脸很扁、啊。哎呦！呀、yeah. ！哇，不是这个啊！天哪、啊！有哎、欸！来第一个，颠倒世界镜，杰克。哦，这个镜子进去会有另一个平行时空，然后假如你是很瘦弱的人，进去会变很强大，会完全颠倒过来。哦，就什么东西都会颠倒。对对对对对。我还以为是电影版的。那、哦、这本片的，这本片的漫画改的。因为我记得有一个进去之后会到。对，到一个颠倒世界里面没有完全没有轮，嗯哦，奇妙镜，奇妙镜又是什么？